支持，我们也表示非常衷心的感谢，也致以我们崇高的敬意。那么也向远道而来参加这个培训和会议交流的各位超生的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啊，使我们的老百姓得到最大的一个实惠。下面呢，我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嘉宾。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我们讲的流行病学，是那在一个程序，这个程序还并没有完成，这个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这些程序到底还有什么没做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作为一个临床从业的医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静脉疾病我们的困惑。我们治疗当中一抓，整个小腿上全是血管，像这种我相信用血管肯定是解决不了的，那么就用单纯的硬化剂也是解决不了。我们跟双生科是合作的，这个深静脉血栓包括动脉方面介入治疗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的话就是我会简单把我们科的一些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和血流动力学的结合可以让医生在可直视下更加游刃有余的评估这个血流动力学，评估这个病变的来源啊。我现在把这5毫升的这个泡沫全部打到它的曲张的血管里面。